红粉丝冠鸟龟，亦不识故乡人。无情的脚步，顺着岩石来到草根之地。头家来怎啊？好，好，好。自从有一年吐生骗宣传的了后，生意是愈来愈好啊。啊，是老主顾你啊！快请，快请。老主顾来，这是你专属的霸王级白米。无名钓鱼，夜米一时顺脆。这，喂，无钱吃米，要上老师。盈盈春桂，先开。走啊！众愿齐定乎？用一个人的萝卜，无情吹落，无情剑刀计策，伊将我改变什么？只能在这足足风水，分一点清风，落一碗白米。听闻雅典白米纯粹，实在有内涵。不好将我也来一碗，饮说定。这段时间你拢去倒位动，陈一行的团话你无听到吗？耽误事吗？平凡的你，平凡的你的高潮时，红遍天地。如今我眼前可是一片开阔，有兴趣转而渡劫吗？既放下劫，又何必去渡？你可知我收了一名徒弟，奉我无用，以前后替你解释吗？已经过重重的考验，未来定不可限量。一如你所无尽的叶小梯，看来你心是以他为荣，伊永远未明白，也不需要明白，只要好好行出自己的剑道，便足够了。未来本就属于因，接下来你打算往何处？我不交完这碗面，再做收粮。哼！哈哈哈哈！